原标题：揭秘张作霖的侄子为何最后却被张学良击毙。张作霖相信广大读者都不陌生吧，北洋政权最后一位统治者坐拥东北三省，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作霖生了八个儿子六个女儿，而长子张学良相信大家都熟悉吧。今天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作霖的侄子张学成为何最后却被张学良击毙。张学成是张作霖二哥张作福的长子，在张作霖还没有成为东北王时，张学成父亲和张作霖一起打拼时牺牲了，所以把张学成交给了张作霖抚养成人。确实张作霖对他这位侄子没话说，当儿子一样养，包括吃可教育都和张作霖长子张学良一样，甚至在后来提拔时张学成都要比张学良快。1919年张学成与张学良一起就读东北甲午堂，而张作霖对张学成教育方面非常重视，在甲午堂毕业后又把他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请注意，就连张学良都没有去日本深造。回国后的张学成一到东北军就是营长职位，不久又担任团长、旅长，还他当旅长时只有20多岁。想想一位普通士兵还要爬到旅长位子，不到30多岁是不可能的，而且身上还要流血中弹经历。在别人都羡慕张学成时，他却不满足，因为他想光大自己门宗派系，想成为第二个东北王，因此他把张学良视为他眼中钉、肉中刺。在东北军中都知道张学良是东北王唯一继承人，因此张学成怎么看张学良怎么不顺眼。一次偶然机会来了，他遇见张宗昌的两人臭味相投，后张宗昌邀请他到自己部队担任师长。此时张学成在想，这是一次好机会，可以好好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借口出去历练一下，便离开奉天，来到张宗昌手下出任第70师师长。后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他和张宗昌一起负责进攻热河，张学成纵容士兵烧杀抢掠，在当地引起极大的民愤，因此被张学良撤职的。本来不满张学良的张学成到处造谣说张学良六亲不认，连自己弟弟不认。等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托人带信给张学成，让他回东北，但是此时张学成不想回到张学良身边。不久张宗昌的部队被北伐军击溃，于是张学成投了军阀石友三。真是物以类聚，到了抗日期这两位都投了日军。918事变后张学成做了汉奸，不过他又自己想法，他想学张作霖靠日本人壮大自己家族，可能他不知他不是张作霖。张学成当上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手招了一批胡匪民兵，他带着这些人替日军歼灭义勇军。要知道义勇军大多都是原东北军的官兵，而且都知道他是少帅的弟弟、老帅的侄子，因此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于是米春林等人把此事告知张学良，说先看看张学良的意思。当张学良知道后写信劝给回头，没想到张学成还骂了张学良，大概意思就是我的事不用你管，你还是管好自己吧。张学良看到回信后思前想好，下令击毙张学成，并告诉熊飞、米春林等人让他们放心去打，不要顾忌我的面子。随后熊飞、米春林等人指挥骑兵在高山子一战把张学成的伪军击败，并击毙张学成。本来前途一片光明的他跟了日本人，没有跟张学良，因此在人生道上选择是多么重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